爱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鹏音乐，我是小峰峰。最近在拍新戏的张含韵因为被代拍拍裙底上了热搜，视频中她很无奈也很心酸，求求你们不要蹲下。但看着这个靓丽的造型，很少人知道这个选秀界的大前辈已经31岁了，她的歌曾火遍全国。今天小峰峰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她出道17年来爆火的歌吧。甜甜就是我。最近张含韵翻唱歌曲被很多人称赞，但也不要忽略她的原创实力。其实早在2005年，她的这首蒙牛酸酸乳的广告曲就让她火爆全国，几乎每个街头站点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。年少的她声音清脆治愈，唱出每个少年对于未来的天马行空。Number Three， 起风了。在起风了翻唱这个话题中，可以说是神仙打架。不管是原唱吴青峰，还是林俊杰、周深、浪姐们这些顶级实力歌手，张含韵能从这些大神中占据一席之地，可见是有一番能力。网友称，每个人唱这首歌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与表达，或激情，或治愈，或救赎，而张含韵则表达了一种舒心。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出不一般的感觉。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，如今走过这时间，万般留恋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成你于其中。好了，今天的快乐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